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来和大家介绍我们的频道会员。其实我们频道会员已经开启好一阵子了，很感谢在我们还没宣布开启时，就已经有好多粉扑们默默加入了。究竟什么是频道会员呢？它是 YouTube 近年开放的一种赞助创作者的方式，让创作者能有更多的罐罐资源去创作。透过每个月定期定额的方式呢，成为专属粉扑们，几不则会有一些专属的福利来回馈赞助的粉扑们哦。我们目前开放了两种会员方式，成为水嫩粉扑之后呢，首先会在你的名字旁边显示出专属的荣誉徽章。随着加入的时间越长，荣誉徽章也会跟着升级哦。接着你可以获得一组超可爱的几幅贴图，可以在几幅频道留言或是直播聊天室使用。随着会员人数的增加呢，我们能够新增的表情符号也会越来越多哦。而为了感谢粉丝们的支持，每个月我们会在社群发送感谢卡，谢谢大家的赞助。成为超 Q 弹粉丝之后呢，除了能够享有先前提到的福利，每个月我们会准备几幅的超清晰祝福提供大家下载，目前呢也会不定时在社群上分享最近正在筹备的企划、影片内容等等，和大家一起互动哦。最重要的呢，我们会收录一些影片幕后花絮、几幅们的日常短片等等，让大家能更贴近几幅们的生活哦。那你准备好加入成为专属粉扑的行列了吗？只要到几幅频道首页或是影片的订阅钮旁边，选择你希望赞助的会员方式，点选加入就可以了哦。好的，以上就是关于几幅频道会员的介绍。不过没办法加入的粉扑们也不要太难过哦，可以追踪我们的 Facebook、IG、Twitter 还有 Line， 我们也都会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日常哦。啊，还有频道影片记得帮我们看个10次就可以喽。